这种爱心便当，当然配上这张脸才好吃嘛。吃的满嘴都是，跟个小孩子一样。对不起，突然想到还有工作还没做，下次再跟你约。好，谢谢。角度也太明显了吧？以后能当同事啊？你看我那么紧张啊？郝主任，我非常非常喜欢你。每周一至周五晚间八点，《机智职场生活》热血回归。